又是戈温，我迅捷步伐还没打过戈温是什么效果？试一把，试一把。不要坚决不倒，我对线是要保证我状态，我残血基本上是对不了线，更不要说利用这个东西去打伤害，感觉很不合理。这把刺客太多。操，你直接 A 的呀！A 不出第二下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这迅捷步伐，你就是 A 不出第二下。你跳舞是吧？你老子回点血。妈的，又漏刀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他知道我没学 W， 知道我学 W， 他这不是不会开技能追我。他看了一下我 Q 山好像不对，被他猜到了。剑没炸没问题。得把他 Q 给他骗，这样 Q 小兵的话我蓝不够用。他这波越我倒也不至于，他没狙跑。在这里，还好不是被单杀，我说的。他要回来了，我以为他去草丛了。他喵的，骗老子，狗骗子，好恶心啊！不，戴不灭是可以打得过的，戴不灭加点燃是可以打得过格温。我自己试过，不灭点燃前期可以压格温，但很容易会被抓，因为你压线。这还要搞啊！队友在月下了。有狗！有狗，兄弟们！坏了！我想让他来红 buff， 那个碧塔男想偷红 buff。他刚中路不打，跟我来找他男就好。现在线被卡了，我只能在后面玩手机了。压皮了嘞，八温，算了，不 A 塔撤了，我怕塔南来根本没了，我小地图没看到他呢。出个门来判你，滚吧，上路不会给你抓的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你，他妈有多远滚多远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你这把能抓到我都算你牛逼。杜晨就走了。现在轮到你玩手机了吧？这叫善恶终有报。절망이뭔지똑똑히보여준마。不知道螳螂在哪，试一下吧。再下，再下，再下。他不回我就越了。
不跟他讲道理。我吓死了，想省大招差点出事，下次不能省技能，有技能他妈猛摁就完事了。螳螂下路死了，回家可能会来上路，这波直接撤，直接撤，不好说螳螂在哪。虽然杜车很香，但是我这里上路十一波很伤，我不能躺，直接撤。买布甲鞋出拜魔或者影魔刀都行，建议出拜魔，拜魔有血量，对这种刺客也多多少少有点用，有点血量能扛一下。我知道双 AP 有贪婪了，那就没办法。我就不能出魔抗血了，厂长出魔抗血是什么？差一点他死了，崩了，可惜。差点不开，我去！那他那前期来了几波，他没抓到，来了两三波，我苟住了，他就再也没来过了。让我单杀格温三次，拿一血塔没资质。这波十一级不要跟他打，回家 TP 出来，搞不先锋团。那这波十一级跟他打会出事。我他妈又神技的，我这波被他回血吓到，我他妈蠢。哎，不要撸，螳螂凭什么也在上路？我那个他给吧，那个他给。螳螂应该是在后面这个地方，他们想放龙抓我。螳螂在后面给他做反子，老子屌都不屌他。回去吧，哥们，你回去吧，我推下路。靠了呀！他喵的，没逮住，我以为他会走上，我应该是把那个骨子给 A 了，可以不跟他打，主要是清线，出完拜魔以后再说，出完拜魔以后再跟他打架，现在跟他打架他是有机会杀我。关拜魔跟他打，他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我看他带不带下，他不带下我就直接撤。他带下的话，我要来过来守一把。他如果用一过来打我，他绝对打不过我。我控好距离，他不用一他就过不来。
我就跟他打，收益跟风险不成正比，我杀了他又能怎么样？什么事也做不了，大龙也不是很好拿。但我要是被他杀的话，整个局势就已经颠倒过来了，要换1000块钱。如果我们是军事或者劣势，我绝对找这位干的。要打开局面的话，一定干他。大龙要给眼了，大龙。哎，唐唐先死了，看一下大龙，哥们，看一下大龙，来，漂亮。哎，我这波都不用过来了，我直接单挑小人就好了。这下对面就彻底没机会了。OK， 现在碰到阿凯丽，枪直接塞在嘴里跟他打，懂吧？不用怕他了。我现在我就算我是头猪，我都能打得过他这个装备。你干嘛？老子他妈问你干嘛？妈的，一下都不爆的，真有你！操！炸了，他们要3-4下，一下都没爆。看回放吧，看什么回放呀？就在后面，根本没去搞他。我知道唐澜在后面，所以我没有出去追他，我选择在这里蹲。